哎呀！啊，不要了，你得向外报。先说一下。哟，峰哥，这不是你说的那个客妻的凌云吗？真晦气，老子订的可是上等玫瑰，你得陪我。就是啊，你怎么能扔顾客的花呀？峰哥，快投诉他，下贱的东西。怎么的，林雨，自己把妻子克死，见不得别人恩爱，这就受不了了啊？哎呀，冯哥，你瞧你说的，就算他没克死他的妻子，像他这种穷鬼呀、啊，能订得起这种高档花吗？外卖员也是有尊严的，还有，不许你侮辱我妻子。你他妈还有脸提苏月？要不是因为救你这个窝囊废，他就不会死。早知道当初就应该跟了我，现在别提我多风光。你还他妈不都是因为你？啊！来，死穷鬼，跪下，把老子的鞋舔干净。这钱我可以不让你赔。钱我会赔给你的。威严，哥，嫂子有危险，快去救她！威严，哥，嫂子有危险，快去救她！妍妍，你难道忘了吗？嫂子已经死了。哥，嫂子她根本就没有死，她被她爷爷秘密囚禁起来了。她被她爷爷送到酒店里面，用她跟姚老头子交换生意。嫂子，哎呀，好香啊！小哥，你太可爱了！别过来，别过来！要不然公司就完了，这是你爷爷安排的。你爷爷不高兴，怎么能把你爸的公司能给你？啊，玉儿，玉儿，你没事吧？爷爷，你终于来了。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就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。你他妈你谁呀、啊、你？你干什么？我他妈我不死了！来人，来人，给我打死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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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都看着点儿啊，可别伤着我的宝贝儿。一个送外卖的也配和我杨正丽抢女人啊？给我踹，给我死的踹！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你不要打了，你有什么要求我的答应？我求我，你拿什么求我啊？进击成两个目标，怎么还作废？你把失忆就当一打回原形了吗？再不休息，女人就要被扛走了。起来呀，你倒是起来呀！是吗？那试试，那试试。闭眼。你要干什么？今日之耻，他日我必将十倍、百倍的还给你。这不是苏家的女婿吗？他咋知道这里？不知道。走，先生吧。玉儿，没想到有生之年，我还能见到你。你放心，你所受的苦，我一定帮你讨回来。
杨老来电话了，杨老，苏正民，你这个老东西，你敢耍我？把苏家当个完蛋！杨老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回去问问你的孙女和孙女婿。干坏我的好事，凌云书院，你给我等着！娘，难道这一切终究是梦一场吗？月儿，真的是你吗？我真的没有在做梦吗？是我，我回来了。我真笨，原来你一直在我身边，我全都不知道。这些年爷一直命你囚禁我，甚至还想用我的身体去换养老的公司投资。你放心，苏家欠你的，我一定帮你要回来。这些都不重要了，我只想拿回我爸妈的公司。公司是我爸妈一生的心血，我不想它落在我爷爷和我小叔叔的手里。放心，有我在，我会把你失掉的一切一起夺回来的。谢谢你，希望你。喂，先生。云少，孤老带人去了王爷爷家。云少，孤老带人去了王爷爷家。我马上来。月儿，我现在有一件很紧急的事情要处理，你等我回来，一定要等我回来。好，你去忙吧，我一定等你回来，注意安全。放心。干什么？玉儿，你不知道天南哪儿了？不是把我嫂子送人了吗？怎么现在又来问我？你嫂子我在这儿呢，我再问你一遍，玉儿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你嘴还挺硬是吧？来人，把他给我绑起来。你要干什么？你不要干什么啊！他的义妹不是月儿的好闺蜜，放开我！我就不相信他们会放开我，见死不救！放开我！爷爷。我限你三十分钟内出现在书架，否则你就等着给王爷爷收尸吧。喂，爷爷，喂，君上，属下来迟，请君上恕罪。无妨，与你无关，起来说话吧。是，去帮我做两件事。请讲。第一，彻查当年暗害我的内鬼和其他敌对势力。第二，去帮我办一张银行卡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喂，凌云，救我！月儿，你在哪儿？救我！月儿，君上需要帮助吗？不用，我自己处理。你尽快去办我交代你的两件事。是，遵命。一定是苏老爷子带走了月儿，苏家。